委屈你了，没啥委屈。你们可能不知道张碧晨是谁，太狠了他。这几个导师见他都在喊上老师，你们可知道？你们能不能懂？滴滴滴滴滴，好声音冠军。这跟他好声音冠军没好声音冠军不一样，就是你知道他是那个国家那个叫啥？就是那个叫会的，那是大号。世博会。他是那什么会的呢？家底儿贼硬。完了，你们别去骂人啊！就你别管是那个张英俊呐、啊、潇洒哥呀、啊，还是那个人杨幂啊、什么薛之谦呐、啊，这些都不要去啊。他这个节目就是这么设计的，出其不意嘛，我不说了吗？出其不意嘛。没骂，对，你们就稳稳当当的就完事了，咱就是过去帮唱歌的。全运会开幕式。全运会开幕式。今晚表现太霸气了，我别说了，我怼人家时候麦克风都给我关了，要不我这几个星那叫什么星推关，我得挨个整一遍。我这嘴噼啪的，来个火啊，徒弟，来，在我这儿。看我妈就这一根烟还折了。嗯，等会儿直播不，我现在就得开车回葫芦岛，因为明天早上明天中午是不是？对，明天十一点。明天十一点，小智弄了一个全国的那叫什么？嘉年华。电竞嘉年华，所有打游戏的都去。我得过去去捧个场，就跟我说打招呼打好长时间了。感谢专家逝去送来的热气球。他第二轮开始，你们把票给他投了就行了。第二轮投票的时候，你们帮他投票就可以了。都投了，投过了，换号投，妈的，弄他，你知道让他点知道知道啊？网上谁在网络这一撇这谁是怎么回事？是吧？